月一号二三号哈啊，非常欢迎各位哈啊来参拜啊，这次的中原普渡啊，属于大型的普渡啊，欢迎所有的信士哈。你看哈，民间哈，讲到大叫，大叫哈，大叫将有起这个孤单呐，哈啊，你啊老公，我恁你啊听不离哈。是受到因的帝王上帝的圣旨啊，哈啊，讲也最近，哈，因恁会来做了个太乙法会，哈，啊，不像类似像大教，当然他们不像这个风气安排，啊，看看嘛是那边的古镇，啊，那边古镇三基来讲哈，以到东岸为主。中间为主，啊，旁边两个，听说是什么柴啦、钉啦那一类的啦，好详细，我太小谁啊，啊，所以讲，动用到我们疫情工所有的委员，啊，都那个了登高脚，好，按其实都金兵也哈都树立，啊，安装，啊，完成。好啊，都22号、23、24，好那个法会，23就开始诵经，好诵经两天，好那经典是如果放焰口，好像讲诶佛教来讲哈焰口经，好啊还有水忏，好啊还有两那个帝王普渡圣经，好啊。这个意思来讲哈，都是普那个那个无形的众生，哈啊消灾解厄啊哈啊，等于讲，那我们在平时哈，这无形的很多了啊，所以讲，你们一王大天尊说，这个必须要这个普渡的意思是说哈，你。咱玉清宫有用一张迄个疏文，哈、啊，等于讲哈，在这个月，这个七月份哈、啊，如果你拢会当到位的时候，就是就地合法，就地合法。所以讲，我嘛问迄个是迄个职工师，我讲应该这个流年来讲，不然伊是会超脱啊。伊讲。伊在古镇啦，讲比喻啦哈，伊在古镇啦，伊那白起，啊，你都无地啊推好伊啊，啊，蛮无提手啊好伊啊，哈。那么这个超拔的意思就是讲，改六品，六品一档，叫当招牌。哦，按这定义讲哈，啊，我去出国啊，我证件拢放着。好啊，所以讲伊就地合法，就讲伊大家拢领到迄巴士报道，就是啊，那意思啊哈，啊拢都可以操作啊嘞，哈啊，所以讲民间诶，伊做些大型法会啊，意思就是啥嘞？好啊，很小型的法会啊，是不相干，不相干啊，所以讲这个大家要很慎重，好法师好整个过程。好啊，一切的法会属于宜兰盆法会，宜兰盆啊，宜兰的是道玄啊，道玄那个意思是说那个宜兰木建的他的母亲，前世的母亲啊，受到很大的罪力，他在地狱啊，就是那个去吊天，等到吊，啊，那就艰苦啊。啊，无好你不爱好你食物件，你食也是出血啊！啊，所以讲咽口，迄就是讲甲你，迄咽口真伤的也是啦，吼，伊迄个血啊，拢会化开，弄啊，拢真顺利啊，食物件。所以讲依然盆就是啊，咱总共一个面汤，一个汤啊，吼，得足济贡品，啊，有这补品。好，啊，伊不但讲咱落个救起来了啊，按个脚会罢了啊，按个手，差不多，好，含义就下来了，
大爷啊，我们公开细节啊，不公开了解啊，大爷家的。好，主任再跟我们讲一下日期好吗？好，日期在我们农历啊，建隆公农历啦。哎，国历农历啊，国历是九月一二三。哎，一二三呐。国历九月一二三哈啊。一号的话就是开箱送节，二号也开箱送节，啊，三号开箱送金，下午就是开箱普渡，好普渡众生哈，所有的药品啊，拢总摆落去也是啊，啊，即届咱旧年阮是拢七班啦，啊，今年哈。今年这场哈，办了应该恁来看哈，比去年搁较盛大。哦，今年的满汉全席，办的满汉全席，搁有白老你看。对对，今年。啊，所以讲今年来讲哈，相当的神圣哦，在我们三城区来讲，也蛮办啊的啦哈。啊，所以讲这是予咱家的人，咱一代哈，慢慢传承。对。那我们后代的人，唔知讲啥物叫做报道啊，好啊，所以讲这一方面嘛是好，那这后代的有一个概念，好啊，后代就是讲啊，要来帮助咱这无形的众生，就是安尼放肆，好啊，所以讲有诶年纪较侪的拢较了解啦，啊年纪较少的拢没有一个概念，啊、所以讲阮即马阮即代的。啊，慢慢来跟团一寡去笑咧，去笑咧，唔知咱慢慢跟团，拜，会员都我都联系。